现年32岁的游学修在14年凭电影《那一天我们会飞》出道，成为影坛新贵。可惜近年受疫情拖累没公开，不过想头多多的他乘势创立网上频道《是当真》，杀出新血路。转数快的游学修冧女同样有一手，由宅男女神苏丽珊到现任有女神世一之称的 Jessica 一样都是女神级，难怪她被誉为新一代的女神收割机。日前游学修和女朋友 Jessica 现身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吃汤面撑台脚，意图之后由女友现金埋单。现场所见，游学修所揸的是全新黑色跑车，马力相当之大，价值约56万。TVB 副将欧阳震华同样拥有这一匹野马，两男可谓品味相同，向具配女神，游学修自然冧女话咁易啦。